每次我能亲耳聆听，亲自呢感受总书记对我们内蒙古的这种希望，所以我们就感到了这好像得到了力量一样。总书记总是邀请我们要沉下去，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，所以我们呢更有决心，更有信心了。总书记在内蒙古代表团和我们在2015年开展这个审议过程中，都对我们的所有的对我们教育很关心很关注。生态建设、产业结构和这个民生改善，这也是总书记最关心的几个方面的问题。总书记对我们内蒙古主要是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块也是非常关心。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作为主线，同时呢要做好这个民族团结，中华民族呢一定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。我要把总书记的那个对大家的关怀，对我们工作的期望带回到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去，把总书记希望化成我们前进的动力，把我们的科技工作做好，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做好。我们村子呢也是赶上了好时候，有总书记这样的主心骨，让老百姓的生活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下一步呢，我们会继续牢记总书记嘱托，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过好，把事办好，让党放心，让总书记放心。